护士小姐，请问一下，我这个那个药一直冲不进去，它一直不滴进去，不知道是怎样。你这么滴，它当然不会滴啊。哦，要拿刀。对啊，而且你请问这个是，你可以这边捏一捏，因为你刚比它的胃还要滴，它根本进不去。对对对，你说的很有道理。对啊，是。说水泡是呢？对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小指头？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之前没有。目前，因为不会痛。就是，说帮你稍微。